当你遇到一个爱你的人，你就拥有了一个每晚担心你睡不好给你泡脚的技师，怕你吃不饱给你盛米饭的弟弟，食物永远第一口给你的宝贝，女儿的自动冲奶师，米其林五星级私人大厨，专业高级快乐教育育婴师，怕你冷出门前给你穿袜子的男朋友，蹲厕所害怕陪你聊天的陪聊，带你和孩子看烟花的老公，看到你难过比你更难受的男孩，叫你起床给你表演节目的憨憨，带孩子优秀有耐心的爸爸，生理期给你煮红糖水的小哥，不论你穿啥都会赞美你的乖乖。今年他只是个24岁的大男孩呀。